位置在金百利门口。今次是要行这条街啊。一阵间望一望个路牌再话俾你听啊。呢度就系位于铜锣湾站 E 出口嘅，呢度一定系人山人海，每一次都系。呢个位置永远都系有一扎档摊咁样，都唔叫档摊，有扎电信商咧喺度拉紧客嘅。好啦，咁呢一条街咧，个名其实咧就叫做基利佐治街。我谂十个行嗰条街嘅人咧，都唔记得呢一个街名嘅。这个是白德新街的十字路口，不过呢有两边其实都是行人专用区来的。依家惠康咧，另外有个出口喺百德新街嗰边嘅，就喺当期隔篱。如果冇记错嘅话，呢间惠康系24小时嘅。一个好有回忆的停车场。我记得以前我细个的时候呢，我爸爸是揸车去过这个停车场泊车的。那个时候我仲好细啦。来到这里呢，就见到有 IKEA， 上高有 Decathlon。其实呢度系柏林酒店嚟嘅。好啦，咁比较加里物流遮住咗嘅，呢个系 Wins House， 即系皇室堡。皇室堡就好多历史嘅，以前就曾经有啲灵异事件啦，
咁啊，經過多次裝修之後咧，而家個牆都黃翻啦。原來過得馬路嘅喎，咁啊好大個牌啊 ，Stephora。咁留意翻，其實依度已經係依個記利佐治街嘅街尾嚟㗎啦。雖然條街好短。但是很精彩，又有多个大型的商场、名店等等，皇室堡。非常多人啊！好啦，再睇多次个位先。翡翠咁诶，戏院喺上高啦。留意到咧，其实佢依度有一扎食肆嘅。咁除咗有欧饼之外啦，我见到有咩嗱，我见到有大家乐集团嘅一堆餐厅啊，包括有 Spaghetti House。Super Sandwich、米線鎮、上海老老、大家樂、當當亭，係啦，全部都係大家樂集團。咁值唔值得幫襯就自己衡量啦。留意到呢個位咧，做緊一個推廣啊！咁就係呢個維他嘅新鮮茶，有個試飲活動。我估可能係類似 like Facebook 就可以攞一盒咁樣啦。好啦，繼續行啦，都就係行完啦。呢度是銅鑼灣地帶，有很多鋪仔咁樣。不過老實講，啲嘢就唔係特別平嘅。
咁就到咗街尾啦，唔系呢个街头先啊，翻咗嚟 Sogo 呢个位置。金百利，好啦，咁呢段片就嚟到呢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